但是气泡水可能会加的。六岁，来个气球给我，气球给我，对对对，来，哎呦，许个愿望，快点，三个愿望，许两个，两个讲出来，一个在心里，没错，两个讲出来。希望我可那个爸爸妈妈可以那个赚很多钱，然后可以帮忙买很多东西。不要跳，不要跳，对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就是那个可以买到 VIP 的那个最多的。第三个放心里哦。好，再想在心里，想在心里。你的那个呢？希望我杨明明能讲出来。好不好？愿望许完，吹蜡烛，大力吹。一次哦。一次。快快出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快快好。对。哎呦，你看到你的蛋糕是什么？你有看你的蛋糕是什么 ？Minecraft。哇。有没有麦块的人？他在挖这个。麦块，对，等一下麦块这个。太酷了！那是假的、喔。是真的、啊。是真的、啊。那可以吃哦、喔。当然不能吃啊，它是真的玩具。但是我想要把它带回家、啊。可以可以。妈妈，有一个分哥哥，好吧？有两个。哥哥，你要哪个啊？这个。好。那我就这个。好。那我给你礼物吗？你们定情之物。好的。好，谢谢有说要送来友情之的礼物来。啊，看一下我代表，不知道是什么哈、哦。奖品任务哦，来由自己猜礼物啊。1、2、3。这次好像蛋糕被忽略了。礼物才重要，礼物才重要。米粉，是什么？来由先猜礼物，摇一摇，我变姐姐再猜。摇一摇就知道。自己礼物自己猜哈、哦，我帮不了你哦。猜了，猜完才是你的哦。对，好，我们大家这一盒800几元哦。哇！哇！乐高，哦，一盒800几元哦。哇！下来了。哦耶！哇塞！人乐高忍者，来给我荧幕看一下。Ninja Go。哦。弟弟介绍一下什么是 Ninja Go。乐高什么？乐高。旋风忍者、哦、哇塞，哥哥送你礼物。我最喜欢的那个，这里面最喜欢的人就是这两这个这两个，这两个比较强。我记得这旋风忍者里面有那个，就是直接这样。这叫旋风忍者，这是一个系列这样。但你不懂，以后生小孩你就知道。啊，我有。哎呀，又切蛋糕，切蛋糕。切蛋糕，谢谢哥哥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蜡烛拿起来。谢谢哥哥，我要敲这个了。好好不要冲动，不要啦！这个蛋糕超多东西的，等一下，麻烦你帮我一下。你看他俩这个点，这个你的讲出来的，我记得这个我记得它可以打开。还有一个火山。我说不要这个，啊恐龙，还有还有一个，其实以前来优最爱的就是恐龙，真的啊、哦。然后他现在已经变了，对，他变心了。你要想到啊，他就把你要把这上面拿起来。好嘞，我要把它搞成那边，要陪你一起组装。这不把它垫起来吗？要直接放在那个桌上吧，这样拿比较轻。好啊，等你拿来把它垫起来。来，双手搞的。然后他那边那边，来，要两只手。切蛋糕会比较好。对。好，我觉得那只是小耶，对啊，好可爱，可爱的。你知道我上次以为，就把麦克拿走，已经有这一组，对对对，还有爸爸，我上次以为他已经有这一组了。他们那个刀子真的好可爱哦，你看，他刀子好可爱，刀子超可爱。我以为我上次以为他已经有这一组了。刀子从中间这样切开，妈妈，我想被哥哥那个在中间烤呢。你好好可以吃的、啊、是吃的，这是吃的，喝了两杯从中间切，你先切一半，
不要把恐龙牵到、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给哥哥跟姐姐签，因为他们下个月生日。对，好吗？你先把它拿走。好，你们生日，对不对？想吃蛋糕，跟达哥说。好了，两个一起啊。没有，昨天达哥还有那个。这给姐姐吧。他们有去。蛋糕。对，然后后来。所以换在当家的，哥哥你要恐龙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上楼上好像已经开始吃恐龙，叫你去跟哥哥一起呀、啊。我跟哥哥一起去，恐龙做大师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恐龙，听起来楼上好像蛮热闹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蛋糕超可爱，就是包着那只恐龙还蛮可爱。那我想跟他一起组装。我们现在要组装乐高吗？好啊，你们等一下去房间组装，好不好？那零件要注意了哈。啊。还是要去楼下，就是看电视而已啊。在房间。哦。因为大人都在楼上。他们四个人，那所以阿玉你要分哥哥一只那个麦块人吗？这是八岁，有他要分，昨天八岁的，八岁的 OK 啦，对啊，艾米他们应该可以吧？他们老两口，老师他们两个在抢，你要送我一个稿子啊？对啊，你要送一个稿子，你要送那个艾米跑到他家喝，对。哎，我不要帽子。要帽子是那个，对对对对。帽子你要吗？他喝一点点。不，你跟哥哥一起吃。我不想吃蛋糕。不，你跟哥哥一起吃，你们吃啊。对。哎，看，快一点就好。好。是不是？现在蛋糕对小朋友来说不是很重要。对呀。哇。以前我们看到蛋糕要流眼泪。啊。累。还有吗？都买。拿低价，我以前看到鸡腿都想哭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吃蛋糕，哥要。What？ 我纸车。下一个说明书。好啦，这今天那个特别来宾。耶！我贴我脸上。然后就是陪阿U过生日这样子。我要吃下半。对。下午放在下面。你们两个今天是约好穿一样深色的衣服吗？等一下，没有啊，没有约。我把这两个切掉。哦，要切掉啊！你看，你看一下这个人，你看一下这个人。刚刚才好笑，刚刚 IU 低着头，有我讲。对，卢卡说跟他讲说，哎，西西，头不要这样低那么低这样子。IU， 你看一下这个人。弄卷了，你那个样子弄卷了，他们。我先吃哦，好吃。IU， 你看一下这个人。有，他们真的蛮强。我喜欢这个龙。行啊。那等一下你们三个一起去拼乐高、啊，还有姐姐一起哦。哥哥，那你要不要忽略姐姐了？我说哥哥，你要吃吗？你抽到就叫哥哥。哥哥要吃吗？我先看一下。先吃，吃完蛋糕，等一下再来玩。没有很难呢。啊、哦，黄水乐高只要不缺零件都不难。对，缺零件你就会有点麻烦。缺零件就很难。还好对面说明。这个恐龙可以吃的吗？恐龙可以吃，恐龙可以吃啊。那我们要不要恐龙？你吃头吗？吃看，我吃头，我吃头。我们一人咬一口，看不掉的他做。你们以为在吃鱼吗？你们一人咬一口嘛，这样切不动哎。折用折的，用折的。哎，屁股啊！我的头，我来了。你看我，这头好像来，我来了。屁股也好吃，屁股也好吃。你的手是手表的。这时候卡伊很紧张啊！没拿两个。哎，空心的。这个是可以吃的吗？可以啊。它就是看起来像玩具。哎呦，你试试看，吃完告诉我们可不可以吃？屁股咬很好吃。可以咬得动吗？是什么口味？是巧克力。姐姐已经吃一颗蛋了。他把恐龙蛋吃掉了。还没带。哦。甜甜的。我觉得白巧克力吧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惨案，东西一直掉，这是凯姨最怕的事情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 IU 的生日 party， 好不好？ IU 第一次过生日 party， 然后呢，第一次有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在，对，而且 IU 第一次收其他小朋友的礼物，第一次吗？第一次，没有，他没有收过人家的礼物，小朋友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就是谢谢西西啦，哦，也谢谢星星啦，难得生日 party 这么多人、啊，对，这么多人，迷你生日 party， 不是没有，通常我们就是他生日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我们一家人就在家里这样切切蛋糕，自己过，或者出去玩，生日我们都会出国，对，那在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就
在台湾过这样子，对，也不错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阿 U 生日快乐啦！今天本来很多人跟我说叫我开直播帮庆生的，对，好啦，拜拜，跟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